放假前后妈妈的区别对待能有多大？这都怎么放假？怎么还能放假？儿子，妈妈想你。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啊？外边太阳起来都掉你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快点起来啊！你看你跑的跟个台位似的，再跑两步你都掉去了。干嘛？你快看，你快看看啊！在外边连猫狗要干个真事似的，一回来我这个家到了就是个猪窝。我告诉你，我上辈子我就是欠你的。我数到三哈，我放开了，放开了。你几天了还不死心啊？哎，我能不能指望你一天你这么做才敢走？能个屁！我死了我都指望不上你，赶紧吃饭。哦，啊，饭呢？饭不得做，就多吃吃吃吃吃。干嘛你做饭？我就是恁家的保姆。当你哪天把我累死了之后啊，让恁家再给你找个新的。哎，玩会手机吧。整天抱着手机啊，你也不怕把你那个眼珠子玩瞎？哎，你告诉我嘞，玩这个游戏你能学的什么？你想放风放风，你不好叫同学出去活动活动。那我去同学家了。怎么？那个家主不姓你了？你下来，走吧，这就是个旅馆。妈，那我不去了。